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宠兽案，哦，诸神的宠兽案，二神复制，哦，不是复制人的复制，是给予智力的那个复制。哦，等一下，个十百，看起来是高仿哦。那我猜这个打法应该是就是全体攻击，应该是没有错。这种关卡一设计下来，就是血量都是很少。嗯，血量是很少，没错。不过，好像就是这样打，没错了。看起来一样的打法，所以没有全体攻击的时候就不要打，应该是这个 feel 吧。哦，所以 CD二的时候就要打他们，应该是这个意思没错。那现在就是先扁这两只就好了。那我们就是先不消，哦，凑一次全体这样。哦，对，欸，直接开下去就再见了。咚咚，哦，基本上潜能解放，不，升华二也是蛮好打的，哦，以上这个模样，哦，巴丰特潜能解放二的示范给大家参考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等一下来为大家拍升华三，拜拜。